小易啊，你快看。小朋友们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只喜欢光明奥特曼，不喜欢我。其实我现在已经在很努力的改变了。当人类被鱼头怪戏弄的时候，我去帮助了人类。当杰德奥特曼也被鱼头怪欺负的时候，我也去帮助他打倒了鱼头怪。我这么努力改变自己，你们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愿意的点击左下方，看看能不能测出我光明奥特曼的人间体，证明你是支持奥特曼，支持贝利亚我的。